政治消息，咱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到底要派什么人出来选，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当日争取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是办到请国民党的中常委要来支持，有人就质疑讲，这敢是要白条啊卡？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也是四界伫个走动，昨昏去家人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敏感话题无回应，紧紧行入去。国民党有计七礼拜定调总统参选人，有甚人出线，各界真注意。这是暗头啊，党主席朱立伦、新北市长侯友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合体出席如何大典，三人互动真受大家注意。这样正常在跟其他人碰面吗？清楚定调提名的郭台铭，除了经由大型造势活动有声势以外，这是中道也宴请国民党中常委，积极争取党内支持。不过，这场参会也被质疑是不是白条啊卡贿选的嫌疑。对此，参加参会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大声讲不是安尼。而进前也回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要外界解读郭科会被逼党主席朱立伦的意味真高。我们的本意很自然嘛，人要前去讲话，你叫伊讲讲的安尼。那至于说外界要怎么解读，那是外界的问题啊。比赛规则不清楚呢，注定这个会出问题。聚会讨论或是聊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哈。哎，这个说是贿选的格局太小了，我们都相信朱立伦主席会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多谢多谢。现场支持者大喊总统好，新加坡民进党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启动绿箭，下晡到桂林市新来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比肩2024。靠实力的和平，甲是英雄的和平。为人主张的是另外一个方式。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安尼咱的主权都无去安尼。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和平。而且得强调，爱最好完全准备来抵抗中国侵略，保护台湾，还会甲民主国家来合作。当力量有够大，自然会使让中国唔敢轻举妄动，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无主权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记者综合报道。